大家好，我是农村上大的了。刚刚从他打电话说，应该就是高中的吧，接同学说来这玩来的。然后我炒芥菜吧，炒芥菜，然后蒸点米饭，到时候俺把饭菜做好点。要马上来了，鸡巴都给俺弄好了，没有不能吃。来了，我打你电话了。喂，到哪来了？哦，那我去门口等你，你往下走吧，到桌上了，我在。哦，我到我那路口这等着呗。麦子往这边开。这桌吧。快快，冷的，赶紧往家走。哎，快点走，过来等我给你。哎，不是还有的吗？等我一点接住来点。后边的还有一个车嘞，不点了。把拿出来，拿出来咋的？你都还不长气儿嘞？别别别别别，拿出来。拿出来。不是你都还不点？放车，放车。给我装麻烦。放车嘞，快去。给我装麻烦。呀，
不是你等会儿我家上班的那个上班正在这可难，现在都拿那个干啥耶？这个黑夜也是黑，你说你没这个咱不上班的干啥？这你没点事儿不怪饭吗？这不怪饭。不说麻烦，快往家走。你咋的？你有几个肉？他们家里吃饭还是都拿个啥？不怪饭吗？你等会儿我上班的，我上班了正在这你可累了可没动，等会儿上校的，你俺这同事干啥？暖气也烧了，我觉得天都像下雨了。后边儿的暖气现在是？找麻烦，光给我找麻烦。就是你个人也不整天的，不行。找麻烦，对，这接黑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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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，你都拿都在干啥？找麻烦，我也拿，我也拿。找麻烦。哎呀，都拿，都是是咱的叔叔，你家黑呀，都。我没有说。头还上校的都不整天的。你看。哎呀，你等吧。